我们双十国中的音乐班呢，从民国62年哈、哦，在省府的时候，台湾省府的时候核准设立音乐支部乐音班，到现在已经有42年的历史，历史非常悠久。在我们指挥呢林文业老师带领之下，他还在我们学校任教有42年。另外一个是我们洪佩珍洪老师国乐部分，所以我们除了新乐管乐团之外，还有国乐，另外还有一个是丝竹乐团，总共有3个团。那天辉哥担任指挥的时候，年轻一辈的音乐指挥家，同时也是我们的校友哈。我们郭嘉琪郭老师，我们再一次给他热烈掌声。Thank you.